心所爱的人。你的个性本来就善良，因为我的父亲跟祖师所以你走到今天这种地步，我死了这是无声，不过我对你放不下心啊。爸，你们再说吧。我怕别过世了，我就希望会当拼一片江山努力。我都不为你做你的代志，以后你都要靠你自己啊。爸，其实我所认的也无歹款式，我爱的是咱爸囝，会当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好。相待，我真后悔当初无主动让母来解决代志。我知影你真有我，你是为着不爱我是无？你若是袂放心，就莫离开。我袂甲你一直拢活落去。我相信你一定做会到。爸，佳怡，等你。其实有些人啊，早就爱着你啊。相信，不敢对你表示。伊的感情路，受过真深的伤害，敢那你会当？安慰鼓励你，我来离开了，你代替我好好照顾。敢讲你要好我，希望不冤家。求你，多多，答应你，
一个后生，有种知无？情形安怎？今晚当地的急救，医生甲护士拢还袂出。医生，安怎？脑震荡会，经过急救嘛真无乐观，可能头部过惊了硬。妈妈，你带我走。
我要跟你做伙，咱两个很紧的换一个世界。几多遍啦？伫个三年出国进前，家一定要过来陪我吃一顿饭。但等几多天啊，一点仔消息拢无哈。妈，三年甲二当的，即马应该咧飞机顶啊。是啊，这么紧就出去啊？是啊，我听阿翠阿讲啊，迄二当刚刚甲迈克伫个行李箱求婚，爱惊伊找伊麻烦，抓抓三年出国去注册。啊！你那无可能留落来啦！妈，即卖少人的感情事哦，我管无法啦。就算我有嘴讲啊无烂，嘛无可能会改变主意。我嘛唔是咧怪恁啦，我是唔甘这孙媳妇啦。啊，一介出去哦，嘛唔知啊是唔是还阁有机会，还阁会用得开见面啊？妈，放心啦。三年是一个真孝敬的囡仔，我得要过一阵啊，伊就转甲咱联络啦。是啊，妈，我应该是三年的理想啊，啊，咱若听伊，唔多少回唔得着。恁确实，确定三年走，我听到天座已经把伊的人留落来，三年根本就还袂走。我三年今日要走，反正根本就无天座讲。无可能啦，三年要走，一定会让天座知影的啦。今天你紧打电话给天座，无听到伊即马已经甲三年做伙啊。妈，好啦，今天阿卡看卖啊。
好好休困，搁走出来要创啥？请我坐坐，咱们房间多几张啊，足忝。阿胖，哎，啊，兄弟，好。阿姨嘞，阿水有消息无？你去找恁麦克敢聊着？啊，阿爸，阿水有跟伊联络无？无嘞。是阿兄，一定有好消息。喂，阿兄，你在倒过哪？是啊。水怪鬼，阿娇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阿水啊，到底是讲啥？哈，阿斌出代志啊！阿斌，你陪我啊，一个人过日子，你紧精神啊！阿斌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！即摆真侪人哦，拢赶来要来看你啊！你千万不要让大家失望啊！阿斌，你听会着吗？你还听好清楚？你若是敢放我一个做你走？我绝对不原谅你，阿斌，阿水啊，你已经有公安走了，啊？阿斌，阿斌，你清醒啊！怎啊？我都叫我烦恼哎！你想要讲啥？可是兄弟，娘娘，都过那些。
是啊，不免再烦恼啊。等你好起来了。妞妞，是嘞，我不应该离开阿兵。什么公仔有什么用？你看你兄弟。阿英拿出胆子，阿兵真是头一个跳出来挺你。今仔日阿兵跳出去的时阵，你老爹哪位？你根本就无够格，大爷呀你！你干嘛来我家里大爷呀？良心，我一定替阿斌讨回公道。妹，我家己的红线，
我给你报仇，对不起，承认。刘总，给！刘总，给！你走，你走，你先走。来。接受这个事实啦，你都唔通怪伊呢。走啊！啊，你是走去倒啦？手机也卡袂通。水啊！啊，你卡是安怎？阿丽，天总，你有替阿妈阿三妮留在台北无？三妮，你应该捌出国啊。你若无甲三妮留落来，你明明知影伊心肝内还搁咧爱你呢。佳佳已经走，你哪会用搁予伊离开？阿妈，我实在无认定，搁留三妮在台北啊。而且伊是去王明啊，迄是伊理想。我无做个走动啊！最后的希望都无去啊！三年真正走啊！你母甲爸啊，真正会比落汉卡啊！阿翠啊，你卡到底是安怎？敢是天道哥来了麻烦？我来讲啊，不是天道下兵啊！我这摆吼，会好雷公哦。要做伙了，都管遐白仔囝。本来已经走投无路啦，谁知影妞妞阁走出来，叫掠去做人质。我甲兵为着去救伊，所以吼两个人调情。我脚受伤啊，阿兵较严重，送去病院的时阵，就已经放心啦。你想要安尼做，我唔是早甲你讲过用司法来解决，但即嘛好啊，加出一条人命啦。爸，阮一切都滚啦，实在恁无可能。伊伊上阵要丢咱王家，我若是阁无出手，王家再咪叫武道。你敢要行到个江小台？啊！你真敢没有理啊！到底在这里？别怪天走啦！这摆行动是我牵动的，天祖是配合我的行动啦。阿兵已经命，若是客户拖累着，要怪就怪我，甲任何人都无关系啦。到底哪里？阿翠啊，那不是讲我用法律来解决？我就是唔甘愿啦，因为道观啊，跳海死去，我已经无追究啊。啊，不过伊早死，佫想要回来对付咱，我若佫跟店面，咱这边，佫唔知偌济人会去害死啊。咱牺牲遐尔大，卖讲到受了报应。对啦，雷公遐边有消息传过来，雷公，我阿大文家已经死啊。阿兵家尔啊，少年就失去宝贵性命。以后叫你两个人是要怎生活？你不是也到底呢？你敢不敢无咧体想过哦？
较算伊选择。我到今日，死的人是我，是阿斌。天佐，你哪会用在阿妈面头前讲这种话？阿妈，我无讲唔对，我若是无去机场，继续乱乱斗三工，阿斌就袂发生这种代志。就算无甲毒蛇抓起，至少我会替阿斌挡一阵。我敢问，今日死的人是你，不是阿斌的。卡片你来，一再念你阿妈伤心。我孙女就像我的孙。妈，伊安尼唔知死活，伫外口安尼乌白母。我今日若讲安尼继续落去，咱早晚要替伊。爹爹，心情一棒已经无人判的啊！天佐是我唯一的孙，我不准你发生任何意外。妈，我来信天，卖阁讲啊。若是我唔对啦。我想是我一个人代志，我无应该拖累大家啊！阿水啊，不管是阿斌还是天佐，甚至是你，你任何人受了伤害，我拢会真伤心、真艰苦呢。这也是我甲信天希望你用法律来解决问题。阿水啊，你嘛是过了十岁的人了呢，现在还阁遐尼意气用事。妈。你莫怪水爸，是我讲，迄个一定系戏，敢卖玩笑，阮袂用无报。哎，你莫用话讲啦，小姐会注意的。到底呢？你听你这客家的程度，连我这亲戚老伯也甘拜下风啊啦。身体难嘛，这摆行动，我会负完全的责任啦。我为我冲锋。才向大家下一个实例。好啊啦，阿水啊，大无人怪你啊。今日大哥已经死啊，哪会台下边遐尼激动啊？先甲心情哦冷静下来。阿水啊，你甲人拍死，敢讲伊的后生就安尼准拄煞？伊若要报仇，啊，唔当两爿搁拍甲死来活去。袂难啦，迄人哦，甲因爸爸个性哦差真多啦。伊无遮尼粗残啦，而且一摆吼，大家付出遮大代价，我想，伊应该想会开啦。警方那边呢？不掉人命嘞，伊告讲你地点点。天佐已经派一条人命，万一搁有空空入面，啊，唔着。我甲建姐已经讨论过啦，伊讲吼，天佐拄好要去机场十三年，所以伊无伫现场。警方若真正查起来，根本查无证据。建志嘛讲啦，这种案件吼，若找无人证，根本就无法度信任。所以我甲你讲吼，应该就无代志啊。想袂到，送你出国之前，佫救你一条命。天佐，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我不准你逐天在外口跑跑走，你马上搬倒来厝。阿妈爱你，逐天陪在我身躯边。安怎？恁阿妈都已经开嘴啊！我刚才阮大家跪在求你，你才要搬回来。天佐啊，听你阿妈话啦，为你咯，家家嘛已经搬出去啊，你一人住遐无意义啊。阿妈，我听你的。我随便等下陪你。真好。阿斌的事不是你造成的啦，我需要这样做。我无应该为了拦路受惊，你害到家己兄弟。就算讲你在现场，嘛无一定无法度替妞妞挡一切。水爸，我不愿再迷惑妞妞。就算要用家己性命换边顶个机会拢无，我就是这样失败的人，每一个我抱紧一个人。都无好下场。
佳佳离开我，三年出国，现在连阿兵也走。小爸，你想我离我较远的，你免叫我拖累着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的命比你更硬，我气死偌济人，你知无？我，还佫有阿峰，一百多来个囡仔，因拢离开我，来结果我，我提只话咧，好势好势，我若亲像你安尼哦，这是怨天怨地，我毋是归去去自杀好啊！太醉了！那虾兵这条，还佮恁王家所有的亲人，拢等你回去团。既然你决定要回去团，你就莫想遐济，莫会遮尼自责。我相信阿斌一定希望会当看到你啊，重新振作。那是应该的，生离死别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啊。当初信一世的时阵啊，你敢知影恁爸爸有偌艰苦？比你今麦艰苦过了十倍。伊不是艰苦都行过来，伊不是无自责，嘛不是无艰苦，那是。伊阁有迄个责任在，伊要照顾你，照顾你妈妈，还阁有你阿妈，伊就会当度过亲兄弟惨死的这个难关啊！你若无法度，互恁爸爸笑你无路用，迄嘛无冤枉啊！你即卖应该好好认真想一下，想看卖当初恁爸妈是安怎振作的。伊是予你看样乌样的人，好好教育，做后生哦，袂输予老爸啊！是吧？我爸做会到，我妈一定做个到。当死啊！你听啥物人讲的？阿德讲的啊。啊，不过伊迄边嘛无占着啥物便宜，听讲阿兵嘛带起来啊。大爱这摆行动，哪会无甲我通知嘞？我替你记出来啊。你讲啥？安诺，我若无替你动起，即个死的人，有可能就是你。你哪会当大主大义替我做决定啦？大家是坐同条船的呢，要对阮妈个爸仔囝代志进行超好啊，本来就应该做个行动啊。你安尼做，会让人感觉我这人无顾江湖道义嘞。你怎么咧怪我？我是保你这条命的，咱今麦什么都无欠，敢需要为着替外公报仇出生入死？万一……你若出什么意外，你叫我要安怎？佩奇，阮叶超峰对伊前刚切头到即马，下到有今仔的结束，是因为我重义气。哪会当因为家己有钱，得甲细娘小天兄弟拢放袂起钱？义气是会当打鬼生钱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死的人若是你。替你伤心流目屎的人，莫看到我何必死死嘞？今仔日这个时机，日头赤洋洋，虽然个性命较重要啊。做人不能这现实。
Michael 死，背后死就等于慢起来。只要把眼前的雷公救来，刷下来，就是超哥要登基做皇帝啊！心所爱。